好朋友，对啊，朋友最好的朋友，他还是在40岁左右，对，结果还是得子，小孩子现在目前几岁？8岁，做试管体外算是8岁了，哦，你的免费过来，那你是40岁和他同年龄，在以前也在这个暂停国做2次试管都失败，他所以就回到台湾了，经由他的介绍，他的好朋友介绍的来到台湾来，在美国哪一座？加州。在美国加州哈，他连续做2次，那加州做一次总共花了多少钱？多少美金？美金哦，大概不足，大概一次大概10万了，大概20万美金，对对对，可以买一栋房子了，可以买一栋房子。总共做了2次呢，那么多失败。那到台湾来找我们的话呢，那时候我们就给他这个比较好的建议，也希望做到那个第三代的试管的哦。所以他在40岁的时候呢，评估呢，那一点失败的原因呢，可能来自于这个胚胎的品质不良，所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三代的试管呢。那么总共呢，我们拿出。总共有拿出有这个6颗哈，总共加起来有6颗的那个囊胚去做检测。那6颗囊胚检测的话，正常的话有1、2、3颗哈，那我们就植入1颗嘛哈，植入1颗就剩下它。对，这是近距离看一下。近距离看一下。帅哥。这一颗是经检测是正常，而且我们用人工智慧去把它处理，所以这试管加人工智慧，所以它一颗的怀疑可以达到80%，虽然已经高到40岁了，对，但是我们有能力的让它比较在高的状况。这是它植入这个胚胎，来近距离，对，这是它的 baby 哈，现在几岁了？快要1岁了，下个礼拜就1岁了。这是他的子宫内膜的前一代，近距离。他这次内膜水流是2.0、1.9，所以他供应胚胎养分和内膜都够哦，所以就植入一次就怀孕了。那么他做基因检测哈，那么基因检测他的检测的基因图谱是这里，这基因检测图谱，这个第三代试管的基因检测图谱，嗯，好，就是他的。以后呢，就怀孕就回到美国去嘛，对不对？都在台北。哦，在台北哦，在台北。那这是她刚怀孕的时候情形，看。刚怀孕的前也是这里，哦，对，她现在目前变成这样。就变成这样。你把它放在两个侧面，一个是胚胎。那就把这个拿起来。对。放在它旁边啊。对不对？然后和胚胎再做对比一下，来来来，今天的胚胎，来来来，可以哈，有，来，近距离了，近距离哦，有有有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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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也有哦，你不要做你的胚胎缠住我，破坏，来来来，这样来来来来，哦来，有，好有，可爱哦，你这是拍不到了，真是可爱，它可以永久记忆嘛，对，那是真的，嗯，然后你现在回来要准备生第二胎嘛，对对，啊，你要在台湾有多久？没有，我都是在台北，哦，都在台湾，对，我只是在台北，对，住在台北。那为什么那时候在美国做试管呢？因为我都是在美国长大的。哦，对，啊，所以对美国那边比较熟悉，比较熟悉。对对对，就想说美国。啊，那是住在台湾，然后去美国做试管，对对对，然后在美国做一次失败，花了一栋房子。我再来问我这个好朋友，他就说来台中，我说哦好。